开了开了。我会哄人找三天，躲在人群里发呆，看见你走过来。Hello， 迟到了。没办法，小猫咪一直在捣乱，甩锅给他们。吃汤圆了吗？没吃。汤圆，说实话，不是很喜欢吃，对。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太阳照着你好温柔，所有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Hello， 这首是最寂寞的时候，对，可以尝尝元宵哟，会吃的，会吃的，下次吧，如果可以的话就下次吃好了。播到什么时候？播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好。啊，不白，这、就、个是打了灯，对，面前有这个叫什么打灯的那个一个圆圈的那个，播一宿过分了，还是要睡觉的。过年吃胖没？过年那肯定要吃胖啊，过年不吃胖叫什么过年啊，对不对？眼睛怎么样？眼睛现在单了，单眼皮。开心。回北京啊，雪碧，他们想看你，你给他们看吧。你上。雪碧。元宵节快乐！吃完饭了吗？吃过。什么叫又秃了？卡姿兰大眼睛，有看、啊、有看、啊，就觉得真不错，扬眉吐气。不是油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家待着，头发就会很乱很长，所以干脆然后往上面，然后拿发胶随便喷了一点。看看我书桌，不行，没什么东西，我书桌很干净。乱到不能看吗？你们这不是看得见吗？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啊，这键盘、鼠标没了。你自己眼睛变小了，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哎，你们是要开学了对吗？雪碧，你掉毛，你秃了。要开学了，真棒！哈哈，就是好好学习吧，小孩子。八点到教室，都说了，这不是头发油，不是。这就是拿发胶喷了一下，它不是油，可能也有一点点吧，但不多。猫的眼睛应该本来就比人的大吧。这跟我没啥事儿。
吃汤圆了吗？没吃。是什么？有什么好听的歌推荐？好听的歌，团结就是力量。这不是真的的吗？这么大的眼睛瞎呀，看不见吗？晚饭吃了什么？晚饭，那叫什么？手抓羊肉饭。对，有什么？放一首《好运来》吧，可以。这个还是很适合。喜庆。抢冰，抢什么？抢冰墩墩。什么时候播？我也想问。冰墩墩，冰墩墩没有抢不到，就太火爆了。但是我有雪碧墩墩，还有可乐墩墩。抢不到，抢不到。哇，好可爱。可以帮我们写作业吗？不可以。转账转账转账，5块钱一本作业。石壁，你这踩我生气了。5块可以，现在大家都这么有钱的吗？10元一本。不行不行，作业嘛，就是你做了之后，这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什么钱不钱的啊？我的地址是，你们可以先把作业寄过来。能让史壁入境吗？史壁，他们要看你，大肥猫。抢史壁是不可以的。元宵节快乐啊！北京哪一个区？北京无处不在。怎么说呢？这个李总的家遍布在这儿。这个叫雪碧，雪碧。你别看它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确实叫雪碧。后天就开学了，开学快乐，开学快乐。不听，喜庆年不好吗？更惨什么？高考成绩，雪碧多重了？雪碧是真重。雪碧怎么说？以前他小的时候，然后在我肚子上，我还没什么感觉，就是我会经常躺在沙发嘛，然后他会趴在我肚子上或者胸口上。但长大了之后，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之后，慢慢的受不了了。就他一踩，我会觉得被一辆卡车撞了一样的感觉，特别是他从沙发上面跳起来，跳到我身上。你有冰墩墩？没有，没有，抢不到，抢不到，太火爆了，想要但是抢不到。你会滑雪吗？不会。不会滑雪，但打雪仗是一流。打雪仗一流，对。啥呀？最近在干嘛呢？最近更多的是在学习，在沉淀，对。然后包括说，
雪人，对雪人就没对，因为觉得好累哦。想堆雪人，但是只是想了一下，有一天某一天有试了一下，但雪太软了，就堆不起来。以前堆的都是硬硬的雪。生日会怎么决定？生日会的话，还在筹备当中。对，然后更多的是等他先筹备好了先。忽单忽双没有啊，现在眼睛都是单眼皮。最近这几天休息好了，天天很。最近有看剧或者电影吗？最近好像没有吧，最近还是在看动漫比较多，然后一直在看动漫，觉得好燃啊。虽然它外表是雪碧，但它里面是白开水，你们信吗？我都不信。这你们看不到，但是现在空气中飘着的全都是猫毛。你干嘛切我哥？哼，为了雪碧的猫拳，给他打一个码，手动打码。雪碧要秃了，他掉的那些毛真的一直都以为他要秃了，但没秃。雪碧毛飘的太多了，很难受。我的花棉袄呢？没感冒、啊，很好，体温什么都正常的，没感冒，人也不难受。什么呀？没感冒。什么叫直播打喷嚏？在追什么动漫？该追的都追了。花街看了，哇，真的，怎么说呢？能看到经费，真不错。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看心情。不是鼻炎犯了，是雪碧毛飞的太多了。有没有看什么冰球？最近还是看冬奥会，我太帅了。不，这真不是头油，这是硬的，这是发胶，对，不是头油。元宵节快乐！什么？哎，等一下，就以后这样，以后设一个规矩。进我直播间，你们得先亮出来绿码，然后才能进来看。真不错。吃元宵吗？下次吃。最近，就对吃没有那么的渴望。三代一网站，要看可乐，可乐抓它太麻烦了。过年有没有吃肉？过年不吃肉吃什么？
光吃米饭吗？不对吧？不怕骨质疏松吗？不怕。年轻任性。然后某一天我，不行，还是要注意营养均衡。比我年轻，好吧，恭喜你，恭喜你，会更新的，会多更新的。喝碳酸就这点爆，经常会想要打嗝。过年胖了几斤，肉眼可见的壮了。讲话的艺术不是胖了，是壮了。对，生日会具体在哪儿？这个还得看安排。对，我自己不知道。啊？什么？有在健身吗？说实话，这两天没有。这两天简直把带都写在了脑袋当中。对，这两天有别的要做的事情，比较正经的事情，得听很多的东西。开学考完蛋了怎么办？就你完蛋只是一时的，你以后回顾起来，你连你什么时候开学考你都忘了，就不重要。你重要的是之后。对，过年长高了吗？尊重一下我的年纪，谢谢。好家伙，心态好好。什么时候有舞台？该有的时候就有了。对，这种东西强求不来，因为它本身就会比较的难。对于现在这个期间，考驾照难吗？不难，考驾照真不难，就是只要你认真用心好好的，你想要去考就很简单。啥？腹肌还在吗？这个东西啊，它可遇不可求。怎么说呢？这有一段时间它不怎么锻炼，它就有。有一段时间怎么锻炼他都没有。想都别想，雪碧是不可能送的。啥呀？拍戏考虑吗？在演技还没有达到一定让我心满意足的情况，我觉得别去糟蹋别人的剧了，就大家好好的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能帮你写点作业吗？写不完。你看我理你吗？冬奥会有喜欢的选手吗？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棒，超级喜欢，就看着都觉得哇，满满的自豪。你桌上一部台是什么？雪碧是不可能送的，送是不可能送的。雪碧是属于我的。
雪碧超级乖，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印象里他真的就没有挠过我。会看快手私信吗？嗯，今天直播完了就看，看一会儿。啥呀？什么东西？发个链接、啊。可乐送？不行不行不行，自然值都是我的，你抢不走。超级暖心，家里有个小猫咪还是很棒的。啊，你写什么作文？我为什么会是男主角、啊？写点正经的作文，谢谢你。就是如果看了有有趣的私信的话，那下次然后跟大家聊天。嗯，确定。唱首歌，唱什么？没有什么想听的吗？啊，这都是什么？不送不送不送，这玩意儿送不了。嗯哼哼哼哼。不是不是感冒，是小猫咪，小猫咪刚才然后就是让我打了个喷嚏。你们能不能发一些稍微正常一点的歌曲？就是不要发那种就大家在网上冲浪然后听到的什么结婚了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就很奇怪。啥呀？想想那个怎么唱啊？听了这么多遍，然后还是容易突然的记不起来一首歌它怎么哼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然后什么词儿来着？他要的，算了。我前几天不是，哎，是前几天来着。前几天不是去看老段的生日会吗？救命！真的就但是看整体看完之后，然后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大家彼此这样面对面，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也会让我心里，然后也想到很多。啥？嗯，好像是。等一下，你们稍微稍慢一点，我看不见。对，我也是这么想，觉得到时候，然后还是说想要跟大家见面，然后能好好的一起度过，能面对面聊聊天啊，一起互动啊，嗯，觉得还是会很开心。
对，我在那边听着，然后就老段播放了，用尽一切奔向你。我想想怎么唱来着？第一句是什么？是不是分开过才学会长大？哒哒哒哒，是不是拥抱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浪迹天涯，天涯，天涯，啊啊啊！此刻我只想在你身旁啊！哦，散落天涯，散落天涯。没有，因为我们当初，然后大家在一起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大家是先在练习室嘛，然后大家一起排练，然后就有了这个梗，就是，但是这个 part 是罗杰的吧？是吗？什么？啊，就什么散落天涯，天涯，天涯啊啊啊！然后每次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就是会一起，然后在那边跟着唱，然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啥呀？哎哎哎哎哎，真的好久没唱了，但感觉还是会很熟悉。我们俩，玫瑰少年，玫瑰少年，我记得是谁表演的舞台来着？就在我们节目里面是谁来？啊，是超文他们，对。玫瑰少年怎么唱来着？等等，就是总会有那种就是旋律在你脑袋里面是很熟悉的，但是你突然忘了。哦，对，那朵玫瑰没有荆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是这么哼的吗？最后的包袱是美丽，哒哒哒哒哒哒哒，忘了。因为很多旋律真的就是会觉得很熟悉，但想不起来。以前唱的歌太多，等一下，什么东西啊？什么？怎么开回放？回放啥？推荐几部看的剧，最近都没怎么看剧啊，所以那怎么唱七龙珠啥？练习室花絮什么时候放？就是现在还在让人剪，还没剪好。对，剪好了就放了，因为太多了。对，花絮有好多，真的有好多。看动画片吗？看什么《双城之战》，然后什么都在看，都在看。我。看了好多，想要当练习生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你是要找一个就是有正规渠道练习的一个公司，对，然后不忘初心的一直去练习，然后记住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这就是建议。发什么视频啊？最近染头发吗？你看着这像是染了的样子吗？就大家睁开眼睛，你的眼睛不能比我还小。就在家里，大家不要讲说，不要讲一些什么吓人的话，什么门没锁之类的，好。像只是像而已，对。哦，门没锁是歌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你们在吓唬我呢。不好意思。稻香，稻香。有没有歌词提示一下？有考虑为什么要把头发染成绿色呀？最近上什么课呢？最近比较严重，所以在上网课。开玩笑，没有。在这个世界，如果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的落继续。对吧？是你们歌词的，对不起，别嘛，在家就放松一点。你说如果在外面是出席什么活动的话，突然就咣一下就人会绷得很直，然后但是呢，一回到酒店呢，就人就瘫下来了。昨天的应该是就之前然后拍的，然后说是要存到然后什么什么时候放的。对。最近在看什么剧？没有在看剧。好会存，这不是我好会存，是最近有看小说吗？有啊，最近看了好多小说，好多本，比较喜欢看那种吓人的。那什么，桌上一部台式电脑，一部紫色苹果电脑，
没有啊，只有一部紫色苹果电脑。啊，我也想知道。啊，我会害怕吗？我不会啊，我是属于那种胆子很大的人。就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其实说真的，我经常我会一个人，然后就窝在家里面去看，然后包括睡觉的时候，然后也喜欢听。看不出来，确实看不出来。最爱看什么小说？最爱看什么小说？不知道，感觉快乐的，就看着能让人，能让我心里情绪波动大的，比如说，哦，这一段，然后看到了文字，我觉得它很热血，然后会让我热泪盈眶的那种，就觉得哇，好帅。然后又或者说，真心的让我觉得很搞笑，或者说让我觉得很温馨、很感人，我喜欢这一类。后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冷不丁的让我看什么后面，就是都很正常啊，对不对？过年收到多少红包？没细算，对。不害怕，不害怕。我只是觉得，什么情况？不对。只是有这种想法。玩过鬼屋吗？玩过啊，我去动物园里面最喜欢玩的，我去游乐园里面最喜欢玩的就是鬼屋了。作业写完了吗？我没有作业。我没有作业，我很快乐的没有作业，一点作业都没有。但没有作业，但是会有工作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本来你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但是呢，你要听巨多的歌，当听歌变成了一种工作，你需要听很多的歌，然后去筛选哪一首，你就会变得，哦，哇哦，这脑袋开始晕晕的。啊，不辛苦，不辛苦。什么叫别吓我？我胆子小。我的新年战袍，我的新年战袍赞啊！怎么了？建议我去看什么？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别说了，别说了。而且就最近，就主要是用耳朵去听，所以眼睛好的差不多了，好事。爱看僵尸片吗？你讲的是哪一种僵尸？是那种一蹦一蹦的那种，还是丧尸啊？哪一种？都看，都看，都看。这么闲？天，那以后我还可以拉个副业帮你们写作业是吗？不行，不行，不行，不好，不好，不好。有什么推荐的恐怖片吗？
推荐的，感觉其实都没有很恐怖啊。哎，我记得有一部叫什么来着，是那个林娜贝尔，不对，等一下，哦，没事，那叫什么什么贝尔来着，忘了。有一部是挺早一段时间，然后跟老罗他们一起看的，好像是。什么？安娜贝尔，对。哎，那一部叫什么来着？名字我忘了，我只记得那个什么。不是，因为我想不起来。最近有些时候，然后闲着的一些时间，呸！就最近一些闲着的时间，然后会去看那个，哦，不对，不是会去看那个，而是会去画一些画。对，有在努力的，希望我的画画技术至少能到小学水平。对，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不是文艺，这真的不是文艺，而是有些东西它确实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努力的想要改正。是哦，现在幼儿园大班还没到，感觉简笔画，我觉得我学简笔画那些就差不多了。不，我觉得你们还是暂时不要看了。对，有一些话真的是不堪入目。是哦，发不出来。雪碧可乐呢？但是可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乐经常会这一钻那一钻。还有这两只猫怎么说呢，我每次进厨房，我想要给自己煎个牛排啊，做一些吃的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往那里面，往厨房的有一些角角落落里面钻，然后就很脏臭臭的。雪碧好乖，这就乖了。你们没看到它皮的时候的样子，哇，这不必。学会做饭了吗？我一直做的都很厉害。这样，最近都做了什么？做了龙虾，然后。牛排就不用说了，然后猪肉咖喱饭，哎，反正翻来覆去也就这几样，吃的会觉得很舒服。哎，还有那个蒜烧口蘑，最近也做的很好吃。下厨 vlog 会有吗？啊，你们还要看那个厨房？真的，我就是现在天天做菜，然后厨房就有一种被炸了的感觉。
想提醒一下学的怎么样。从锯木头现在可以变成锯一根比较优雅的木头，嗯，有点进步。姐姐在家吗？不在啊，我不是在，我在北京啊，姐姐在温州那边。讲个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推荐一些鬼片，谢谢。我记不住名啊，我记不住名啊，想想。嗯，我记不住名儿，我只看，但我记不住名儿。给你们推荐个恐怖片的片名，叫做《我的体重秤》，你们去看一下，巨恐怖，上面的数字巨恐怖，对。嗯，类似于什么你的体重秤啊，你的花呗什么，类似于这些，多去看看。对，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啊，人还是得，对吧？那也是不必。什么禁言套餐？元宵节快乐，快乐，不客气。最近还有打游戏吗？最近打的游戏有啊，肯定有的呀。说什么呢？肯定有啊。一个新年胖六斤，那是真的会吃，很能吃。你过年肯定吃的营养很均衡。嗯，喜欢玩什么游戏？都挺喜欢玩的，人生，然后的人流流啊，就很多，超级多。说实话，说实话，我过年前跟过年后，然后。就是你干嘛？你干嘛？你对我讲的话，你有什么意义吗？雪碧，嗯，能干什么？咔咔咔咔，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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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别拿！哎，敏捷，是一股很香的味道。嗯，在家肯定在家。识别尾巴超长。打游戏啊，我打游戏属于那种天赋型选手，感谢雪碧老铁送来的一脸毛，不会弹舌，我就不会弹舌。雪碧那何止是胖啊！什么？雪碧的猫真的就是家里每一次刚打扫完，然后就能看到雪碧跟可乐掉的毛掉一地，我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什么？过年长胖了，我过年回家之前称了一下秤，回来之后也称了一下秤，
就是两斤左右，两斤左右的上下浮动。嗯，所以呢，就是处于那种头发在长与不长之间的那种尴尬期。这短了短一点吧，觉得会清爽一点；长一点吧，会觉得哦帅气。嗯，但就是处于那种中间期，邋遢。救命！电脑卖吗？我不卖电脑，但是我有朋友卖电脑，我可以推荐给你们。在家都干些什么？在家撸猫啊，是吧，小猫咪？雪碧现在就在你们镜头的后面，非常强势的躲在那里。你怎么又挂了？要干什么？前段时间，近两天，也是吗？就是我不是在沙发上嘛，然后就听怎么有喵喵喵的那种叫声，然后在想，雪碧应该是雪碧。然后过去看了之后，怎么说呢？就不像是雪碧这种五大三粗能发得出来的声音。你不应该很强壮、很猛猫吗？但是它发出来的声音就很撒娇、很嗲，喵，就很嗲。嗯嗯，雪碧。雪碧，你不会不是雪碧，你是绿茶吧？不会吧？不会吧？嗯。出50猫给我，50多了，50多了，一瓶雪碧才多少钱？雪碧，雪碧，可爱的雪碧，啊，眼屎得擦了。过年吃的好吃的超级多啊。就是回家之后会有很多家之后会有很多想吃的东西，就以前然后经常自己都有去吃的，但是在北京吃不到，只有家里有。你们想多了，不是困了，不是困了，是，不是困了，是长时间面对灯光的一种疲惫。雪碧，问你喜欢什么麻袋？好，喜欢什么麻袋？雪碧，哇，雪碧，你胳膊好粗啊！吃晚饭了吗？吃了。雪碧，雪碧，爸爸抱抱。
随便是打了个嗝吗？金刚猫咪，哈哈，随便你以为你就是金刚猫咪了，超级壮。随便这个大腿啊，大腿的肉，这摸几次都会发出来这种感慨，就是这猫真壮。Alright, goodbye, goodbye。实力健身，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能练腹肌的。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史毕发出来那种嘎嘎嘎的声音吗？但史毕的毛摸起来就是会有静电。有一次我在那边撸他，然后撸完他之后，然后就想拍拍他屁股，就让他差不多就可以从我身上走掉了。然后但是呢，手稍微往那边一放的时候，就啪一下静电，把雪碧电的就是有那么几个小时没理我。你看一手的毛跟蒲公英一样。冰墩墩没有，我只有雪碧墩墩和可乐墩墩。墩儿墩儿墩儿。多给他们梳毛。为什么你们那儿还能放炮？好快乐！玩游戏吗？不玩，现在不玩，现在就想跟你们好好聊聊天，玩什么游戏啊？对吧？哦，真不错。我真的，我感觉雪碧跟可乐的毛我已经吃下去不少了。雪碧，你干嘛？像刚才，然后我在这边听歌嘛，然后剪一些东西，然后还有挑一些照片，对，然后雪碧就很乖很乖的，他要不然就在我椅子底下，要不然的话就在这周围，就很乖的陪着我。啊？毛好吃。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现在有这两只猫就已经很美好了，就是我的爱意，就我能给到他们就这些，再有别的猫过来分的话不行了，再有他俩就好了，而且他们也陪了我很久。要播到几点？现在一个小时了，再聊一会儿吧。现在不是在公司哦，在家里，在我家里，对不对，雪碧？乖，对，听话。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
想着你的温柔，所有的希望。哦呦，静电！你要静电，你离我远点，嫌弃你，嫌弃你，嫌弃你。自己无法忍受，对不起，我会离开，然后，可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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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偶尔的会过来练习室里面待一会儿。这时候叫最寂寞的时候，对，这是我初高中听的歌。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太阳照着你的温柔，所有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可惜你们看不到。对不起，我会离开，然后什么呀？身上有好多猫毛，没办法，那有什么办法？但这两天都很早睡，就是生物钟很正常。再聊十分钟，然后我差不多我就要下线了，我要去给自己再做些吃的。十点钟不至于，十一二点吧，差不多十一二点的样子就会睡着。最近在干嘛？最近上课呀，上课，然后，我说雪碧跑哪儿去了？撅着这个大屁股在后面，还熬夜吗？熬啊，年轻人为什么不熬夜呢？当然，熬夜身体不好，大家不要学，是。我的雪碧上都是雪碧的猫猫，绝了！啊，练习室有镜子吗？有啊，练习室没镜子怎么办？对吧？小狗，这是。可爱是可爱，但是怕还是会有点怕。以前在那个拍戏的那个片场，然后它是一个小农村的那种，然后在那边走的时候就有一只狗，就我看着觉得啊好可爱哦，然后就我就继续在前面走啊走啊走，那只狗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像个顶级杀手，就然后就跑到我的脚后跟，然后要咬我。然后但就是敏捷点满了嘛，所以说直接我就哇一下子跳起来，哇那个时候真的把我吓坏了。就他看着超级可爱哦，但是他咬人也是真的，哇当时我要再晚一点，我这个就是小腿这儿他就要咬一口，吭哧一口，哇真的好吓人哦。
现在家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都不咬人，但是本能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怎么还没有走开？怎么在夜里徘徊？不吃汤圆，不吃汤圆，不想吃了。也可以吃一下，夜里再说吧。哦，然后小的时候家里有养狗，就是我这边到现在还有一个疤在这儿，对，是。小的时候家里的狗，我超级爱它们。然后，但小的时候皮嘛，它们在吃东西。然后我的本意是拿着那个铁碗，我想要把它们移到，就是它们本来都是有固定的吃饭的地方，但那个碗跑偏了，我想把那个碗给移过去。然后，但狗可能就护食了，然后一移过去，吭吃一口，哇！当时超生气的。怎么会绝望？我真的，我感觉我被狗咬了好多次。打针没有？打针了没有？不知道，特别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一点点记不太清了。你不怕狗，我怕呀，你这对吧？不，小的时候猫也挠我，不知道为什么狗咬我，猫挠我，就是不待见我。但长大之后就觉得，猫猫狗狗都很可爱。打算养狗，但是因为工作嘛。就会这里跑那里跑那里跑那里跑，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感觉狗子会更需要人的陪伴，然后需要下楼去遛他们啊之类的，然后但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我觉得我并没有这个能力，然后能去做到这就是狗子心中觉得不错的主人，就算吧，等以后再说嘛。现在小猫咪，然后他们在家就还好，他们爱待哪待哪，然后懒洋洋的，然后也不用出门去遛，所以就会比较舒服。根据自己个人情况，然后决定去养什么，不是官方，是真的有想过想要养，但是算了。快看雪碧的大屁股，就是他的屁股是个爱心的那种形状。雪碧在舔手。好像一只火鸡。时常的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小猫咪不是经常会把一只脚伸得很高，然后在那边舔舔舔吗？哇，真的就像一只鸡腿一样。不知道小的时候打针其实会比较的恐惧，人呢又不想要记住那些让自己害怕的东西。雪碧还是很胖的，一只叫雪碧，然后还有一只叫可乐，对，优雅，他优雅个什么呀？他一点都不优雅。不是，刚才不是，刚才是我的脚不小心踹了一下那个雪碧，好肥，对吧？雪碧是壮。
好差不多，我也要，我要继续去捡一些东西，看一些东西了，你们要好好的写作业。好好写作业，然后多吃点汤圆。元宵节快乐，快乐！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早了，都快到我生物钟到点儿了。晚安。也不至于说现在就晚安，但拜拜，下喽。